18 代表成長，經歷不同階段，代表 Light Mac， 代表追求無止境的進步。18這個數字對我來說是成長，由18歲到加入娛樂圈，再去拍拖結婚，仲生埋小朋友，這18年無論是事業、家庭或者個人，我都不斷追求進步。在我經歷不同階段的時候，我有 Light Mac 陪伴我，幫我由頭到尾追求 Endless Beauty。 Light Mac 今年18歲了，除了 light 執我每一個 moment， 也都幫過過萬位客人處理膚質問題，針對性由根源改善肌膚，每個月兩小時打造自信素顏肌。 Light Mac Lights up your destiny.